大家好，我们是澎湖海事轮机科，我们的主题是两栖沼泽船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影片介绍。在讲我们所做的作品之前，我们先来讲一下气垫船的种类以及它的简介。气垫船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全浮式气垫船，一种是侧壁式气垫船。全浮式气垫船四周用尼龙物料围成软性的围裙，利用风机在船底冲入空气形成气垫。推进则是使用空气螺旋桨或喷气方式。全浮式气垫船具备两栖能力，能在陆地上行驶。侧壁式气垫船在舱底两侧有刚性侧壁插入水中，前后有软性围裙。推进方式则是使用传统水下螺旋桨及喷水机。侧壁式气垫船脱力大，流失亦较少，不具备两栖能力。我们所做的作品是用全浮式气垫船来当作改良。一般全浮式气垫船优点是速度快，装载量多，缺点则是稳定性差，平衡难，对地形要求高，装甲薄。改良后，全浮式气垫船优点是能更快速的在陆地上行驶，比较不会有地形的要求，在凹凸不平的路上，气垫比较不会被尖锐的东西割伤或划伤。缺点是水上速度会变慢，但是稳定性会大大的提高。